大家好，今日是8月31号。昨晚或者昨日，台海发生一件重大事件。因此昨晚呢，这个就是在夜期方面就跌了400多点。咁你美股跌300几点啫？点解香港夜期要跌400几点咧？咁个重大事件咧就系两峡第一次开火啦。个开火咧就系话，之前咧金门嘅守军就用石头掟啲无人机，咁呢个一定唔得嘅。台湾国防部一定唔肯接受呢样嘢嘅。咁跟住一定系有一个指令。如果再有咁嚟咧，就可以開始還擊。咁還擊咩嘢咧？咁